术节经典金曲音乐会正式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场乐山市广场的说乡亲朋友大家好，我看到他坐满满了，可以说是这个今天大家都是闻歌而来，金曲歌王歌后齐聚于堂，这难得啊，这真是一个大事啊，大家聚在一块，今天天气特别好，我们也这个举办了一连串的我们龟山大平原艺术节，今天是压轴，今天是压轴，各位知道吗？其实这个我要禀告乡亲一下，你前几个活动有参加到的，你再看你有没有收集齐全啊？从我们今年七月开始呢，就有嗨龟山啤酒摇滚音乐节，不不 OK 不？哦，还有呢，是的，同时还有这个2022龟琴风茶米野放音乐节，哇，这个都是音乐，对不对？太开心了！还有夜间火舞、砖窑重现等等系列活动，今天就是来到压轴，大家很会选，选到这一天，天气又特别的美好，我们经典金曲音乐会正式要开始了。我们在场有许许多多来自于咱在地哈，我们的地方大大啊，很多贵宾，我来一一啊介绍一下啊，点到名的大家起身跟他挥个手打个招呼，好不好？这个大家就是闻风而至，因为今天有一阵风，一阵音乐的风，文化的风。我们今天文化局办的局最大啊，邀请到这一位，跟各位报告，从2010年他获得金曲歌王之后，一年一张专辑，开心的时候一年两张专辑，就是一直带来最好的歌声、最好的歌曲给各位的金曲歌王王力宏，掌声欢迎。好、哦、啊，待会呢，我们来聊一下他坚持的这件事。来，谢谢谢谢。来来来啊，黄柳大哥，来台定，啊，你来快点力啦。哎呀、嗯，里面的歌词有一句是我座右铭。哦，我来给你报告起来。是，平生。哎、欸，把人是出生就好命。哎、欸，坚持啦，坚持啦。哎、欸，坚持哦。有人出息的好。啊，咱是用命来打拼。对。其实这个是打鼓励了很多。这个年轻人在外面打拼的精神。我讲真的吼、哦。哎、欸，坚持就坚持。其实吼、哦。来到这个世间做人、哦、我跟大家都同样，人、哦、别人家是人生胜利组啊，我们一切靠佛祖、哦、然后呢，佛祖战胜胜利组，人生由你来做主，来掌声。哎呦，顺口溜，对不对哈？十二月一号不用戴口罩，啊，你本来、哦、都被罩在台湾，现在也在出国了。听说你下周就要去新加坡唱歌，哎、欸，为民服务。哎、欸，啊，出台语的吼，我来那个新加坡，那个乡亲和朋友认识我们的好哥，对，对不对？啊，各位，好消息要讲一下，欸、你是杰出模范生的，每年都有新专辑，啊，你今年都没有，你今年有没有？有，有。啊，蛮好啊，共姐，今年也有。刚拍完 MV 啦，都啊新的唱片都啊落去啦，一部啊。好。啊，差不多伫个过年。今年的桂林特别早，刚刚是1月21号吧？哦，迄个时阵就推出啊。哦，所以新专辑即将推出了啊！哎，这种破我声，我也是我烦恼咧。刚刚无声，我叫多谢。啊，就别安尼，就别安尼。今天打头阵啊，开场战也给他有一个这个门面，非常的开心。对，那也预祝翁立友大哥哦，这个。赶快出国表演哈、哦嗯嗯嗯！啊，巡回全台啊，各位也一样要打拼起来。